今年热天万众期待，做伙迎接大时代。咱的大时代到底有偌济精彩人物、不平凡的故事？太谢太谢，好，你等遮久。你若是真正嫁了，遮是讲以稳到为主啦，吼，莫讲家里后头厝的人来往啊啦。看一个无血缘的养女，安怎一步一卡印，坚持伊报恩的决心。阿母要死之前，伊有交代我讲，爱照顾小弟小妹，爱为三个人永远做伙。我答应阿母的话，我表示嘛要做到到。看两个外地来的查甫人，就算非亲非故，同款慷慨付出因的温暖。以后你若有困难，可以找我们帮忙，别再偷东西了。偷我听有哦，你咩有跟我爸讲啊啦？他干嘛又生气了？以前是好意，啊，不过伊无啥晓讲闽南语，然后这些所在，请你谅解啦。看三个姊妹仔伴安怎互相鼓励，打拼活出美丽人生。厝边头尾遐个人，甲咱两个讲啊，遮尔歹听。一个上人体贴的老姑婆，一个哦是讲家己养花最成的赤查某，赤查某。上里你老在吃我都很冷啊、我小孙疼的疼会真的要开啊。看大时代男男女女要经历多少变动和挫折，你昏倒在家上是我跟良才把你救回来啊，要做有多少挑战和难关。其实我到现在我感觉这事你没发生过，他只是比他而已。敬请期待《闽西最新八点大戏》《大时代》。